对彼此说一句真心的祝福。手下留情。啦啦噜啦噜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噜。Luna Luna Luna。好嘞，两位各就位，预备姿势。加油加油，妈妈。啊。他只抓我不让我抓他。不是夹着裙子。哇，厉害了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宋茜 and 谢娜 ，One Two Three Go。那这是怎么的呢？这算怎么样？他的膝盖先碰到。哦，膝盖先碰到，就你的膝盖先碰到 ，OK， 好，1-0啊，来加油啊！就你的膝盖先碰到，所以你要小心，你身体别不要碰，除了脚，先碰地那个就要输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 FX 的四位呢也非常关注我们比赛的进行情况。现在呢，他们两位已经纠缠在了一起，那这一轮谁会赢呢 ？One, two, three, go！ 节奏。哎，小心！哎呀，这个算怎么样？好，再重来，重来啊！来 ，One, two, three, go！ 来。对。小心他随时发难啊！睡着了。真来！哎，小心！他们两个要打到天边去了。他们两个好像……你们两个齐来评价一下对手，娜娜。啊？你觉得势均力敌？倩倩。他真的好大力的，就是拼差不多，所以好像两个人一直僵持。对，我觉得你们为什么地方不够，是因为你们就是彼此有一种。这个肯定是小了的，除非是就是像他跟欣欣那种直接硬，对，开始不用动就下去了。一旦要僵持，就是哪怕走两步，还是有点步伐，对。我觉得这个得稍微大一点才安全。刚才娜姐没有在比，娜姐是。我知道，因为你们两个刚才那一下真的还挺重。因为我们是这样摔下去的，然后我是膝盖着地，要不是这么多人在，我都哭了。哎，而且他们两个真的刚才。